有人摸上。好，不行啊，我掉一片纸。拉。我来了。防你还是防你？靠背，都不玩，哎呀！Hello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万。今天这部影片的主题呢是先锋的冲锋枪 MP40 在经过第二季 Season 2更新之后呢，官方针对它进行了许多的 nerf， 其中包括有效伤害距离的 nerf 啊，还有它的许多配件都进行了这个数值上的一些改动、一些修改，让它不再变得不再跟以前一样强势，不再就是你拿着它近距离的时候可以无人能敌这样子。它仍然是一把不错的枪，只是呢不像以前那么好了。不过呢，这边我发现一个全新的 MP40 配置，让你呢可以找回之前称霸近距离战场的 MP40 的感觉哦。那我们就来看看这把 MP40 应该要装哪些配件吧。首先，枪口的部分呢，这边选择使用后坐力强化器，它提高这个冲锋枪的射速，可以直接提高这把枪的 TDK。所有先锋的冲锋枪呢，都应该选择使用后坐力强化器这个枪口。枪管的部分呢，这边就是重点了，我们呢要选择使用最后一个 EDD 189mm 短型，它可以直接提高 MP40 的伤害距离，还有肢体伤害。这个枪管呢，官方针对了它进行了这个什么伤害距离 nerf， 那我们就用这个枪管把它补回来，而且呢又可以提高它的肢体伤害。相信我，装上这个枪管，绝对可以让你感觉到之前 MP40 的威猛的那个内观时光。装上这个枪管准没错啦。下挂的部分呢，这边选择使用 M1941 手挡前握把。之前呢，因为我们选择这个，就是在它还没 nerf 之前，我们会选择第一个这个枪管嘛，让 MP40 完全没有后坐力。所以这边呢，我们下挂了之前呢，就可以选择使用手枪握把啊，或者是什么 SG98 Miss 啊这种加机动型的。但是呢，我们呢，因为已经选择使用这个最后一个 VDD 短型枪管了嘛，所以呢，我们这边就选择使用 M1941 手挡前握把，后坐力控制还有准确度的加成，让这把 MP40 呢，在没有枪管的加持下，也呢。就是降低它的后坐力，让它更容易的使用。弹夹的部分呢，这边选择使用 7.62 Gorenko 45发弹夹，后坐力控制、移动速度、举枪瞄准速度，还有射速的加成。虽然呢它会减你的伤害什么，但是呢，相信我，你用起来呢根本没有差，它不会减什么伤害啦，而反而呢提高速度啊、射速啊、后坐力控制啊，哇！相信我 ，MP40 绝对就只有这个弹夹可以用，装上这个弹夹准没错啦。弹药类型的部分呢，选择使用空间弹，提高它的肢体伤害。这是目前这个所有先锋冲锋枪在 Warzone 里面呢最好的这个弹药类型选择。车握把的部分呢，这边选择使用布料握把，取枪瞄准速度、跑射速度，还有腰射准确度的加成，对于冲锋枪来讲，这是最好用的车握把选择。特长的部分呢，这边我选择使用振奋，它提高这个 MP40 的初始开火后坐力，让你的前几发呢可以全部打在同一个点上，让你在。就是近距离交战的时候，哇，非常的稳啊，非常的，就算敌人只露出一点点的肢体，你还能可以枪枪的打中人家。当然呢，你也可以选择使用这个稳如泰山，它可以让你在开枪的时候呢移动的更快。不过呢，这边我推荐各位去试试看振奋这个特长，绝对啦会非常非常的精准，让这把 MP40 更容易的使用。特长二的部分呢，这边选择使用快速提高冲锋枪的冲刺速度，提高 MP40 的机动性。枪托的部分呢，这边选择使用这个 Krusnik 33mm 折叠式，提高 MP40 的跑射速度以及移动速度，对于冲锋枪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枪托选择。瞄准镜的部分呢，这边我喜欢使用 MP40 的机瞄啊，所以这边我选择使用这个 Krusnik IS01M 这个机瞄。这个机瞄呢，也可以直接加这个 MP40 的举枪瞄准速度，所以呢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。如果呢你不习惯机瞄的话呢，你也可以选择使用像是耐达四七型啊、板子反射瞄准镜这种一倍镜啊，这边是个人选择。我个人呢，当然就是选择使用机瞄啦。好的，以上呢就是 MP40 的全新配置，各位啊一定要试试看这个全新的 MP40 配置，不会让各位失望啊。这个 MP40 配置呢，绝对可以让你感受到之前 MP40 称霸近距离战场的感觉。那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的 gameplay 吧 ，Let's go。Target marked for airstrike. This is strike inbound. Tracking your enemy.
靠近了，到了。哎，没事。We've got a loadout drop inbound. Hey, lava. Fire is failing in active. Buy station costs are adjusted. Oh, you go, buy, you go, buy. Move on my waypoint. 起来一个。哦，有人摸上来，有人摸上来。哦，不行啊，我都有一片纸。拉，快点，快点。拉我一下。他身上有脚。过来过去，你要不要？走到你面前。什么？我标不到，你对面而已。还有两只。他跑过去，不好意思，打个架。哦，一把有人打我了。啊，我船，我这边有人。船上。Enemy UAV active。船上。哇，真的有人。One for me。一组。过去哦，在速冻带。我来了。Your turn to be the hero. 我。还是还你。靠背，都不玩，哎呀。还有，回去，他们回去。破甲！哇，我倒！帮忙！隔壁这边吗？很喜欢来凑热闹，他们。啊，还有。哪里？身上啊。Hostile target marked。啊，还有，刚看我。Enemy is here。谁破窗？我破的。我有狙啊，狙我！有狙。不是该有。Found us a spot。
到那个狙的声音很近。有人在飞，有人在飞。好，他倒了。他队友。Found the bounty contract。那你真好。Victory is within reach。哎，二楼，看到了二楼。倒了，哎，倒了。增加奖励。那一组就是刚来打我们那一组啊，在船上的，在哪个地方打你？左边有一个呀、啊。I can see. I can see. You got gas inbound. Safe zone relocated. 尴尬，这个点。哪一只？Gas is inbound。我加两只。Thank you。哎，直我脚下！哇 ，RPG 超级！我可以拉，我可以拉，我可以拉。他剩下一只而已。呀，这个。哪只呢？不对。哎，是啊。他那无耻的东西，他妈的 ！RPG。